头。我们在釜山的第二天。哎呀，这边的真的是不方便啊。这个釜山的Ananti，除了只能看到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特别是他们这个布局，酒店的布局特别不方便。哎，不管去哪里都要经过这个地下停车场。这是我们昨天的那个地方。哇，现在。这就是我们昨天住的地方，看这个设计。嗯，什么东西好香啊，米娜，好饿，饿不饿？饿，我饿死了，饿死了是吧？这里还写一个啊，南体会员为区里空机，不准，只有会员才可以进入这里。这是什么地方？这不他们买下来了吗？这边的海边全部都是石头。看我儿子在这里，他这个胆小鬼，他不敢过来。我们现在要走喽，出发。出发去下一站，去给明灿买鞋子。昨天我老公把明灿的鞋子弄丢了，现在吃早饭，好饿呀！我们走喽，再见，Ananti，再见。我们几个人来到了釜山的乐天奥特莱斯。哇，这里很大呀！很大吗？大，这里超级大呀！嗯，哇，这边真的好大呀，各种牌子都有。哦，我们现在来到三层，他们说有吃饭的地方。这个三楼全部都是吃饭的。你们要是来吃饭的话，就要来这个三楼。这里真的好大呀，我觉得比那个首尔京畿道的都要大。这边还有电影院，应该是走这里吧。看到，好大呀！走这里进去，应该就有吃饭的地方。아직안됐어 Steak. 오맛있게생겼다미나不喜欢吃这种，如果是我和我老公，应该要吃这种。那还没有开始吗？지금몇시인데哦，还有30分钟啊！这边的饭店都是要11点钟才开始，所以我们都要在这等30分钟。现在我们来到了给宝宝喂奶的地方，这边休息一下。宝宝喂奶的地方里面什么都有：微波炉、冰箱，然后饮水机，各种各样的。这边是给宝宝换尿布吃的。然后还有床，应该这边是喂奶间，都会给你们准备一个这个。哦，这个还挺舒服的。嗯、那个是给宝宝喂奶的。你们两个进去干嘛？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因为现在还没有人来。如果有人来了，我们就要出去。那饿死了，他们两个人吃一个冰激凌。我和我老公就吃。这个叫酸奶的，好像叫酸奶呀，好像，嗯，这个很好吃，是吗？我刚刚吃过了，是牛奶呀，嗯，牛奶，牛奶，嗯，很好吃这个，嗯，好吃吗？好吃，很少不吃，嗯，一家人嘛，在去哪里吃什么都很幸福，是吧？吃什么都是甜的。내거야저거다밥은밥밥들어가있나봐진짜얘기하면더준대아야저거是我的呀아유맛있겠다근데아난이렇게밥안녹는거좋은데국밥이라서같이나오나원래我不喜欢把饭放进去，他把这个饭放进去了，我不知道好不好吃。이게얇은면인가여기로Thank you.
的是最好吃的这个。林灿说他晚上不吃饭，对不对？不吃饭对吗？好的，赶紧跑吧，辛柏。林灿，听着吧。林灿的鞋子买好了。哇，跑这地方的粉不是。林灿真的是小宝宝。林灿呐、啊，林灿，姐姐不喜欢买这种亮的，你还要买这种亮的。米娜说太幼稚了。哇，我们进来的时候都没有车，现在这里都车排队排的，你看，看那边宝宝，全部都是排队的。哇，天哪！我们都买好出来了，他们现在才进去，小心啊！这边一排的全部都是要去那里的。釜山乐天奥特莱斯真的很好逛哦，里面除了那些一线的牌子没有，其他的牌子都有，还挺好逛，挺大的，非常大。哇，排到这里来了，我的天哪，就绕着这个乐天奥特莱斯转了一个圈，估计那些人要排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们走了，反正我们走了，去坐车，坐那个卡丁车去了。他们两个人要坐卡丁车。卡丁车你们要坐几次啊？四次还是五次？干嘛？阿姨，就是一个人的对着手。嗯，不会不对面看。여기도줄막서있는거아니야스카이라인로지아그럴수도있어우리先去看一下吧现在1点了我们在里面吃了个饭买了个鞋子就1点了